主料，圆白菜150克，年糕200克，辅料，油，韩式辣酱2勺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锅内放少量油，将切成条状的圆白菜放入锅内略炒，加入2勺韩式辣酱，韩式辣酱添入适量水翻拌一下，略煮至收汁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一：韩式辣酱超市就可以买到，二不喜欢圆白菜也可以不放。三：喜欢吃辣的亲可以酌情增加辣酱的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